赶快卡好位。挺着寒风，穿着细肩带小背心，丁宇神仙经验在台上扭腰摆臀，大秀 M 字腿，吸金百分百。跨年晚会连赶三场，魅力横扫全台。今年跨年，姐姐当然也成了全台力邀对象。谢金燕今年靠着姐姐红翻天，声势红不让。跨年价码三级跳，去年每场300万，飙到今年每场300万。预计跨年赶三场，台北、台南到高雄，一个晚上900万元入袋，吸金功力十足。尤其他去年在义大跨年缔造高收视率，今年义大也特别打造演唱会规格，盛大欢迎他。只是谢金燕，老萧萧敬腾堪称今年台湾跨年倒数最大咖，以350万元酬劳在台中市跨年，还打算自掏腰包200万，把演唱会规格搬上台，诚意十足。今年跨年晚会星光四射，也让人相当期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